Radio MMU 中文台音乐广播剧《那一个夏天》第一集。你走进我的生活，就别再想溜走，爱早不是秘密，下一步就能牵。编剧 Ella， 后期制作 Anthony、 巧儿、十七、大鸭、悠悠、小黑、 Joyce。上完这堂课啦，对呀，只有上完一个月后的大考，我们就自由啦！哎，安琪，不过说真的哦，想起我们那时候入学，好像才是昨天的事，可是现在就要讲毕业了哦。哎呦，岁月不留人啊，小姐，可是你这四年大学生涯没有白过啊，交了个又帅又温柔、运动学业样样强的男朋友，哎，也不知道羡慕死多少女生咯。哎呦，他的令你讲的那么好哦。好了好了，提起你的俊伟还要给我害羞嘞。哪有啊，哎，常听人家说啊，大学时期是最容易找到另一半的，怎么我就没有那么好运啊？啥的咩你，好的姻缘当然是要慢慢寻找的啦，这种事情记得的咩？而且啊，我们家的安琪这么漂亮可爱，来来来，我帮你算一下啊。你的白马王子很快就会出现的啦。真的吗？那就承你贵言啦。哎，小姐，你没听说过吗？常言道，不许怀疑好友也，否则必倒霉也。Choi Touch Wood， 最近不要乱倒霉嘞，我还要顺利毕业的。哈哈，好啦，不闹你了。哎，我们出去再讲吧，别班同学要进来上课了。哦，对啊，雨杰，忘记跟你讲哦，等我们忙完这次的毕业典礼后，来个旅行怎么样？就我们一样的朋友咯，还有你的俊伟啊。哎，好主意耶。不过哦，时间可能要安排在我俊伟从台湾后回来嘞，你们可以吗？哦，是哦，差点忘记了你们的爱之旅耶。应该可以的啦，这么难得可以在做工前哦去疯狂玩一下耶，大家都应该愿意配合的啦。什么爱之旅哦，很恶心咯你啊，不然你要我讲蜜月旅行啊？别投啦，不就是简单的旅行嘛，讲到这样很威咯。哎呀，没差啦，你们都整个老夫老妻这样了，大家一直看好你们的嘞。你们太夸张了啦。再夸张的都还有耶，你知不知道还有人打赌说哦，你们的红炸弹哦一定会在两年内击出耶。哇，这也扯太远了吧。嘿，不过说真的哦，俊伟哦真的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好男人啦，你呀、啊、可要好好把握哦，别傻傻的让别的女生有机可乘耶。放心啦，我的确很有信心，相信我的眼光，你们要好好努力开花结果，不要让我失望啊。 Yes madam， 虽然你很强气，可是还要跟你说爱你哦。哟，够了，这些肉麻的话哦还是留给你的俊伟啦。嘿嘿嘿，好啦，哎，不谈了，我真的要去找他了，下次再聊咯。 OK， 不要忘记哦，下星期哦去图书馆温习功课耶。 OK， 拜拜，要想我哦。我叫林雨杰，今年23岁，是个大学快毕业即将踏入社会工作的菜鸟。哎，说真的，毕业还真的是变相失业，前途茫茫啊。幸好我有一班可爱的朋友陪着我一起成长，安琪就是其中跟我最要好的啦，当然还有我那位亲爱的咯。他叫李俊伟，和我同年，老土一点说呢，就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咯，学业好，运动好，品行好，样貌好，家世也不错，好，重点是他对我很好咯，也真的很疼很疼我这个女朋友。而我呢，只不过是个平凡的女生。遇见他之前啊，
我都觉得自己不过是天鹅旁的丑小鸭，而他的爱让一只丑小鸭变成了天鹅，让平凡的女孩变成了公主，得到了王子最深的爱护。就连安琪都说，我啊也不知道是上辈子烧了多少的好香，这辈子何德何能拥有这么完美的男朋友啊，我真的是太幸福了，老天爷，我好爱好爱你哦。Surprise！ 亲爱的，爱心便当送到。哎呦，现在才五点多，这么早吃晚餐会不会太夸张啊你？不会啊，这是你最爱吃的鸭腿饭嘞。老板一开档我就去买了，不然鸭腿很快就会卖光的啊。好啦，你先放在桌子上啦。先吃嘛，好不好？不然冷了就不好吃了。吃喜欢的食物会让心情变好哦，做起事来也特别顺利。还有啊，这里我刚刚特地回家拿给你的汤，是我早上起来后自己煲的，很补的嘞。好了啦你，从一进来就讲个没完没了，都不累啊？俊伟，你怎么啦？毕业报告写得不顺利吗？怎么看起来那么生气啊？嗯，是啦，报告是写得还不是太顺利，你就不要来烦我了。你不是还有考试吗？回去练书啦。哦，将这个饭跟汤就放这吧，我会吃的，你快回去。好吧，那你记得吃哦，加油，我会一直支持你的。嗯，知道了，快回去吧，拜拜。唉，看起来俊伟真的是累坏了，我不应该这么不懂事去吵他的。林宇杰啊，你这个笨脑袋真的是永远傻傻搞不清楚状况，笨死了。Radio MMU 中文台音乐广播剧《那一个夏天》。下一段。
说其实你很好，你自己却不知道，真心的对我好，不要求回报，爱一个人希望他过更好，打从心里暖暖的，你比自己更重要。我想说其实你Thank you。 你知道吗？谢谢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语言，谢谢也是一份最简单的力量。感谢生育你的人，因为他让你体验了生命的美好。感谢帮助你的人，因为他让你度过了种种的难关。感谢责备你的人，因为他提醒了你的缺点。感谢欺骗你的人，因为他增进了你的智慧。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开始学会说声谢谢，以感恩的心态看待每一天吧。你好，我是大小姐晴晴，感谢你一直留守着 Radio MMU 中文台，我们的歌曲，我们的话题。RMU， 我们的歌曲，我们的话题。你好，是我 DJ Hito HITO， No music, no life。Radio MMU 中文台音乐广播剧，那一个夏天，第一集。他的科系典礼在明天啦、啊，而且他家人今天才从马六甲上来啊，他要陪家人嘛。哦，是哦，可以和家人一起来的吗？你们不是都见过彼此家长了吗？双方家长正式见面也应该的啊。哎呦，他说时间配合不到嘛。呦，你不要一直模糊毕业的焦点啦。是这样吗？雨杰啊，我问你哦，你们两个最近都怎样啦、啊？你怎样啊？之前我们就各自忙完各自的考试后，就忙着打点毕业的事情了咯，就这样咯。什么就这样啊，林雨杰？不是我要杞人忧天，你呀、啊、你呀、啊，自己的男朋友自己就看紧一点啊。哎呀，安琪呀、啊，别想那么多啦，他就真的只是因为忙毕业的事情而已啊，没事啦，放心放心。好啦，希望真的只是我想太多。哎，
习。回家了。走了。哎，你家人在叫你耶，快过去吧，我要去找我妈妈了。好啦，那我们保持联络哦，多两个星期去台湾玩得开心点哦。好啦，来抱一个，台湾回来后我再call你咯，拜拜。其实安琪担心的事情我也不是完全没有感觉到的啊。哎，希望真的是我们都想太多了吧。我回来啦，来吧亲爱的，我们来抱一下吧。拜托张凯文不准过来，你要是真的敢抱我就跟你没完没了，我跟你说。耶、yeah, 很小气咯，你抱一下不会死了。还有啊，我跟你讲1360次啊，不要连名带姓这样叫我啦，我叫 Calvin， 是 Calvin， 知道吗？诶安迪勒哦，刚刚毕业典礼完了，我和他吃了饭就送他回去了咯。耶、yeah, 吃饭没有揪，讨厌你的咯。揪你的头啦，我的俊美都没有去，你好意思去咩？诶你那个帅帅的男朋友咧？哎，他没空啦。没空？那我约他看看，看他得空没有。张凯文你试试看，你这娘炮不要打主意，他是我的。耶、yeah, 讨厌咯，你讲了1361次了啦，不要叫我全名，叫我 Calvin， K-E-L-V-I-N Calvin， 懂吗？死开啊你，读一个艺术系读了100年都还没有毕业，还是我在这边调哈？耶、yeah, 你这样讲就不对了咯，你都不知道我们这些艺术系的学生有多么的辛苦咯。好了啦，诶不过说真的吼，我都两个月就要搬走了，你记得找新 housemate 咯。啊，那知道啦，我会很想念你的咯。诶亲爱的，你不是说还有两个月才搬走咩？这样这么我经过你的房间的时候看到这样多行李的。哦，没有啦，那些是我下两个星期要去台湾的行李来的。耶，很夸张咯，你才两个星期行李需要这样多吗？移民咩你？要你管啊，比我妈还啰嗦咧你。诶吃饭了没有？走啦，陪你去吃。哟、yeah, 还是雨杰对我最好的。少来和我这一套。怎样要吃什么？我要吃日本餐，好久没有吃了咧，那个寿司还有那个三文鱼。嗯，等下陪凯文吃完饭后去舅爷家一下好了。我有他的钥匙，悄悄进去为他准备过糖水当宵夜的话，他应该会很开心吧，也可以在他家人面前加分啊。好，就这么说定了。哟，都跟你讲了很多次，叫你不要跟来，硬要跟来。哎哟，你不要这样小气啦，你要喝糖水如果有我帮忙的话一定强过5星级酒店的咯。要不是看在你有这一点的用处的话，早就拿扫把把你赶走了。你啊你真是有异性没人性咯。诶、欸、到了，帮我拿东西一下，我来开门。诶凯文，等一下帮我拿东西进厨房啊，我先去收一收俊美的衣服。啊那知道啦知道啦。都可以随便的，你说的我都愿意去。谁啊？诶俊美，原来你在家啊，那道墙挡着我都没注意到你在客厅咧。哦对了，凯文也有跟来哦。Hello, 俊美好久不见哦。你们怎么来了？来煮宵夜给你和你的家人啊。诶你的家人呢？他们。诶沙发那位是谁啊？是你哥哥还是你弟弟的女朋友一起上来玩了吗？嗨，我是俊伟的女朋友，我叫雨杰。诶俊伟，那个就是你口中所说的又土又烦的女朋友啊。这。你是谁啊？说话怎么那么没有礼貌？你问我是谁？你问问看李俊伟啊，问啊。俊伟他是谁？他算了，你不敢说我来说，你这个村姑，我告诉你，我是俊伟的新女朋友，而你已经是过去式了，不要再给我烦着俊伟了。
你在说什么啊？现在什么情况？是在整人吗？你是装傻还是耍白痴啊？还是你的智商根本就是零啊？哎，这位小姐，你说话最好给我客气一点吼！你这个死娘炮，这几十分钟你说话，你给我点啦！哼，你说你死娘炮啊？我最讨厌叫死娘炮了，我跟你说，你这个八婆，我跟你没完没了了。好了，不要吵了，俊伟，你说说话好吗？雨洁，我们可以明天再谈嘛？我不要，有什么我们不可以在这里说清楚的？不就这样走吗？切，这听不懂吗？李俊伟，我要听你说。你就走吧，明天再说，听懂了吗？我会再联络给你一个交代。好，我走，你记得你今天讲过的话。李俊伟，你这太过分了，你还有你这八婆，我们走着瞧。什么八婆？你这个娘炮！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好啦，亲爱的，明天再去看看俊伟怎么说嘛。好了好了，别哭了，你这样哭到我的心都绵了。Radio MMU 中文台音乐广播剧《那一个夏天》。
人生就像不同口味的巧克力，吃到底还是会甜在心头。有人说人是微笑和眼泪之间的钟摆，我希望你永远都停在微笑的那一边，就算是眼泪也是因为开心而流。 Radio MMU， 我们的歌曲，我们的话题。你好，我是 DJ 吉贤。世界末日前的最后五秒钟，你想做什么事？我希望我可以和我最爱的人在一起。我要去偷别人的菜。我不想死啊！我会看别人在干嘛，我就学他。在世界末日的最后五秒钟，我们当然是要收听 Radio MMU。你好，我是 DJ 景荣，我们一起倒数世界末日吧。不对不对，应该是收听 Radio MU。 Radio MU 中文台音乐广播剧《那一个夏天》第一集。常听人家说惊喜不能乱给，运气不好惊喜就会变成惊吓。唉，怎么好的不灵，坏的偏偏就那么准呢？已经过了三天了，俊伟还是没有联络我，我只有傻傻的等，心想或许是忙毕业典礼吧，又或许是他在打发那个臭小三。不管安琪和凯文怎么骂俊伟，我始终相信他不会那么狠心丢下我的，他一定会回来的。雨杰吃饭了，你这几天都不怎么吃不怎么睡，是要绝食抗议吗？我真的吃不下。亲爱的，你就看在我们两个一直守在你身边的份上，多多少少也吃一点嘛，拜托啦。我不要。你这样折磨自己，他也不会知道，不会心疼啊。他会的，他不会那么狠心的。雨杰，负心的男人不能相信啊，他犯的错是最无耻的劈腿耶。那天他还让那个死小三这样出言侮辱你，你还指望这个男人什么？哎呦，安琪，你就少说两句啦。是俊伟，一定是他。电话，电话。喂，俊伟。是我，出来见个面吧，我在学校对面的咖啡店。好，我现在去。拜。我们陪你去。不要啦，我可以自己解决。不可以，大不了我们不进去，在外面等你。对，不准拒绝我们。你好几天没吃东西了，要是昏倒在街上，至少我们还知道啊。走。好吧。欢迎光临，小姐请问几位呢？哦，不用了，我男朋友就在里面，谢谢。俊伟，雨杰，我们就别浪费时间了，我们分手吧。什么？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我们四年的感情了，你怎么能够说放就放？就因为四年了，我已经腻了。什么腻了？那些承诺难道你都忘记了吗？难道四年的感情也比不上你才刚认识几个月的女生？够了，别再提四年了，不关她的事，四年又怎么样？难道在一起久了我就非娶你不可吗？烦不烦啊你？你说过我们的未来，你承诺过将来会继续照顾我的，你说我们会一起手牵手走到最后，你说你爱我不是玩玩，是认真的。李俊伟，难道你说这些话的时候也是讲下好玩的吗？啊？我说的时候是认真的，可是就当作是我对不起你吧，那种感觉已经没有了，没有了就是没有了。我现在看着你，我只有越来越烦，越来越闲，尤其是你每次都提起什么未来未来的，我压力你知不知道？到最后我才发现我根本承担不起你说的那些未来。如果我愿意再给你多一点时间想想呢？我不爱你了，
给我再多的时间都一样，你懂吗？李俊伟，你做不到的话你就不要说啊，你说的每一句我都那么相信，你难道不知道我有多爱你吗？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？怎么可以？是我变心，是我不负责任，随便你怎么说怎么想，现在我只想要自由，放过我吧，不要再纠缠了，分手好吗？算我求你了。不要把话说得那么难听，你要走没有人拦得住你，你要走就走，走了就不要后悔，不要回来，不要再出现在我的面前。希望有一天我们再见面也还能是朋友，我先走了，你保重。这就是男人的真面目吗？不爱了就什么都不是了吗？没有犹豫，没有不舍，你就这样离开了我的世界，被留下的我该怎么办？怎么办？Radio MMU 中文台音乐广播剧《那一个夏天》。离开的时候，有没有一
当明天变成了今天，成为了昨天，最后成为记忆里不再重要的某一天，我们突然发现自己在不知不觉中已被时间推着向前走。这不是静止火车里与相邻列车交错时仿佛自己在前进的错觉，而是我们真实的在成长，在这件事里成了另一个自己。好多东西不断的在改变，唯有不变的是 Radio MMU 对你的心。无论是难过是开心，是期盼是失落， Radio MMU 将伴你一起度过。你好，我是 DJ 米奇。生命是一个不停漂移的过程，每一个人都会成为生命中的过客。对于曾经的过客，只能感激，不能强留。生命的脚步只有不停地向前，才能在生命结束的时候找到自己心灵归属。 Radio MMU 提醒你，珍惜现在，展望未来。你好，我是 DJ 小鹏。Radio MMU 中文台音乐广播剧《那一个夏天》第一集。安晴，这样下去好像不是办法耶，从昨天回来到现在，你看他整个不清醒的样子，唉。我们劝也劝了，骂也骂了，还能怎样？诶，昨天不是联络了雨杰的妈妈吗？怎么样了？哦，对啊，安迪跟公司请了假，今天早上就会从槟城下来了。我等下要去巴士站接他，你记得要看好雨杰哦，不要让他有事。好啦好啦，我知道了。嗯，去弄点粥给他吃好了，不然等下饿死了就不好咯。哎呦彩，大吉利是张凯文，我打烂你的嘴巴。诶，没有米聊哦，怎样办呢？嗯，去买一下应该不会怎样的哦，反正雨杰都睡着了，应该不会怎样的吧。嗯， OK 啦，我就快去快回啦。肚子啊肚子，你可不可以不要饿？我不想出房门嘞。唉，算了算了。海文，安琪，你们在哪里哦？没人哦。好吧，到厨房再找看有什么可以吃的吧。连把饼干都没有，还是饿死算了。诶，麦吉面，好吧，随便吃一吃再继续睡啦。好累哦，应该是太久没吃东西了，站也站不稳，去沙发坐坐算了。而这一切感觉好不真实。俊伟，你真的离开我了吗？还是你根本就没有出现过？这一切都只是梦。如果你从来没有出现，我会比现在更快乐一点吧。不对，我是不会快乐的。这四年来，我沉溺在你给我的世界里，只要你一笑，我就觉得连天空都会放晴了。要是你从没出现，我怎么可能会快乐呢？可是现在你走了，我一个人以后该怎么办？唉，好累，真的好累。雨杰雨杰，醒醒啊。谁？谢天谢地，你终于醒了！来来来来，水来了水来了，来先喝口水。
先别说话，来来来，先喝水。哎呦，要死啊你，林雨洁，没事干嘛想不开啊？要吓死我们妹！啊，你们在讲什么？你不是在家开煤气自杀吗？不是啦，我只是想要去煮水煮面吃，然后煮着煮着就睡着了。啊，被你吓死了啦！大小姐，你不是要开这煤气要顾好的吗？好了好了，安迪在这里，你激动什么啊？走啦，我们回去帮雨杰拿一些衣服和日常用品过来，不要在这里烦着雨杰休息啦。安琪啊，那就麻烦你和凯文咯。安迪不麻烦啦，小事而已。江雨杰，你好好休息啦，明天晚上我们再来看你啦，拜拜。拜拜安迪。雨杰啊，你感觉怎样了？还有什么地方不舒服吗？妈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妈妈什么都知道了。对不起，妈。哎呦，傻孩子，对不起什么啊？这种时候，妈妈当然要陪在你身边。你想哭的话就哭，有妈妈在。答应妈妈，你要坚强一点。你可以哭，可是哭了过后一定要站起来。啊，我不懂要怎么办。女儿啊，勇敢一点。自从你爸爸走了之后，妈就只剩你这么一个乖女儿。勇敢一点，走出没有她的世界，你可以的，妈妈相信你。妈。你就当做这是一趟告别之旅吧，到了那里你沉淀一下自己，回来之后就重新好好生活。你之前不是计划好跟俊伟一起到台湾旅行的吗？就如期出发吧。不要，一个人去做梦。你就当做这是一个告别之旅吧，到了那里沉淀一下自己，回来之后就重新开始好好生活。我，而且你那从小跟你一起长大的表姐，那个菲菲啊，她现在人也是在台湾，你就当做去探望她吧，有她陪你妈妈也很放心，总好过你在这里或者跟我回去槟城，你还是那样不开心，叫妈妈看了也很心疼。好吧，那我去吧。妈妈的乖女儿，你会好的。告别之旅。俊伟，我真的准备好要跟你告别了吗？Radio MMU 中文台音乐广播剧《那一个夏天》。是相同的阳光，然而感觉不一样。你不在身旁，世界都空荡荡，我和我自己对话。关上窗，失眠一如往常，答应过你坚强。沉默的电话，冷清的双人床，寂寞不就是这样。在这房间里所发生的过往，让我短暂看见了幸福模样。以为从此这就是我们的家，却是我收藏了
这房间里所发生的过往，让我短暂看见了幸福模样，以为从此这就是我们的家，却是我收藏眼泪。承认到现在还不肯遗忘，天真的想问你还会想我吗，终究只是个疯狂的想法，却是我收藏眼泪的地方。想听更多好听的歌曲。Just gonna stand there and hear me cry. Well, that's alright, because I love the way you lie. I love the way you lie. 想听更劲爆的话题。觉得很给力耶，因为男跟男说我爱你的话。其实还好吧，男跟男说我爱你，就爱嘛，不一定要真的在一起嘛。其实开玩笑 ，Victor， 我爱你。请留守着 Radio MMU 全马唯一学生电台。你好，我是 Olivia On。我不该当你是新娘，这条路不去教堂。全马首先的学生电台为你全天候播放好听的歌曲，告诉你想知道的话题。Radio MMU， 我们的歌曲，我们的话题。你好，我是林宇中。Radio MMU。Radio MMU 中文台音乐广播剧《那一个夏天》第一集。Attention, ladies and gentlemen. Malaysia Airlines flight MH9490 to Taipei, Taiwan will be delayed until the next confirmation. Sorry for inconvenience. Thank you. 哟，怎么那么衰啊？还给我延迟班机嘞！终究，我还是一个人踏上了这原本属于我们两个人的旅程。听说台湾是一个充满人情味的地方，那曾是我们梦想很久的土地。你这傻瓜，距离毕业还有整整一年呢，你这么快订机票，万一没过关毕不了业怎么办？错，才不会不过关嘞！有了这个爱自理的目标啊，我们的毕业之路一定顺顺利利，通畅无阻。所以你是决定现在要订机票咯？你确定我们一定可以如期出发？好嘛好嘛，拜托啦，你是我最强的超人啊，一定会为我们的爱这里解决所有障碍的，不是吗？拜托啦，亲爱的，我期待很久了耶。好好好，你就不要扁嘴啦，都听你的心了吧。那我们赶快来选选看哪一天比较适合吧。耶、yeah, 还是你对我最最最好了。那这一天好吗？这一天不保险，诶，可能不够时间准备冬装咧。你知道你最怕冷了。哎，我们的爱情在什么时候开始悄悄起了变化？还想什么呢，林雨洁？刚刚妈妈他们的叮咛还没有记在心上吗？别再想了。多么可笑的爱情，多么可悲的你和我。你就像水，而我就像依赖着水活着的鱼，鱼没有了水会死，水没有了鱼却只会更清澈。就像我离开了你，我生不如死，而你却显得更自由快乐。李俊伟，我们为什么会走到了这一步？当初那些快乐多难得，多美好，
你真的有办法舍得不要吗？Attention ladies and gentlemen, Malaysia Airlines flight MH9490 is now ready for boarding. You may now proceed to gate 1. Thank you. Time 到了，离开的时候也到了。林宇杰，你要加油。那些伤心和眼泪装不进行李，他不会也不能跟着你走。再回到这里，请你记得找回你的笑容。再见了李俊伟，再见了我的爱。 Radio MMU 中文台音乐广播剧《那一个夏天》第一集，编剧 Ella， 后期制作 Anthony、 巧儿、十七、大鸭、悠悠、小黑、 Joyce， 配音饰演林宇杰，绿茶饰演李俊伟，歪歪饰演安琪，怪兽饰演张凯文，蝴蝶饰演小三， Jazz 饰演妈妈， Ella 饰演店员，景晴饰演机场广播员。该怎么读风光身边的我，而不在你眼中，你的眼中藏着什么，我从来都不懂。没有关系，你的世界就让你拥有，不打扰是我的想要，为什么我的心那爱情的绮丽总是在孤单里再把我的最好的爱给你，不知不觉不情不愿又到巷子口，我没有哭也没有笑，以为这是梦，没有预兆，没有理由。你真的有说过，如果有，就让你自由。
有，我没有哭也没有笑，因为这是梦。